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践行已经完成协商的讨论事项第一案。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第三次追加预算案，括弧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括弧。本案经本次会议决议，请尤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报告委员会，本案现在已经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10年6月17日星期四，地点红楼302会议室，议题严商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第三次追加预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1年6月30日等相关事宜。决定事项一，协商通过内容及保留部分如后附，括弧由财政委员会整理，于照联席会审议结审。联席会议审查结果通过，送各党团确认后，于6月18日星期五中午前送议事处。二，本案于6月18日星期五院会进行处理时，非保留部分宣读后均予通过，保留部分均暂保留。保留部分进行处理前，由各党团推派代表各一人发言，发言顺序依时代力量党团、民众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发言，每人发言时间为3分钟。发言完毕后，各案均不再发言，即依保留部分按号依序处理。保留部分括弧党团版本之表决依上开党团序进行。主持人尤锡坤、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铭、刘世芳、罗志镇、费鸿泰、郑丽文、陈玉珍、邱成远、高鸿安、蔡碧如、邱显智、陈娇华、王婉玉。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本案基于协商结论处理。一、税出预算部分，请先读第一款。一、税出预算部分第一款，行政院主管本款提案20案保留送院会处理，保留案号1345678916283535340441434445011113，本款通过决议120项。第三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第三次追加预算数14亿4455万2000元照列。本项提案审议案保留送院会处理，保留案号142143144145146154151551515156157，本项通过决议5项。审查结果一，税出预算部分第一款，行政院主管本款提案审议案保留送院会处理，保留案号112113168374041747，新增决议90项。第三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第三次追加预算数改列为9亿4455万2000元，新增决议9项。宣读完毕。好，等一下。
请各党团代表沟通一下。可以的哈。好，好，我们就继续进行哈。好，除保留部分外，取予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二款。第二款，内政部主管第一项内政部第三次追加预算署12亿0895万元照列，本项提案9案保留送右会处理，保留案号160161162163164165184196198，本项通过决议33项。审查协商结果，第二款内政部主管新增决议24项，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三款教育部主管。第三款教育部主管第一项，教育部第三次追加预算数278亿5051000元照列，本项提案11案保留送右会处理，保留案号205209210211231253289290291292924，本项通过决议120项。协商结果，第三款教育部主管新增决议54项，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四款经济部主管。第四款经济部主管第一项，经济部第三次追加预算数583亿7173万元照列，本项提案23案保留送右会处理，保留案号338333935357366366375370372375376377739380382383八六三八七，本项通过决议49项。
协商结果第四款经济部主管第一项经济部第三次追加预算数改列为583亿7073万元，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一予以修正，新增决议61项。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五款交通部主管。第五款交通部主管第一项交通部第三次追加预算数223亿9729万6000元，照列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优惠处理，保留案号418419421449，本项通过决议53项。协商结果第五款交通部主管第一项交通部新增决议31项。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六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六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农业委员会第三次追加预算数196亿6059万7000元，照列本项提案一案保留送优惠处理，保留案号481，本项通过决议15项。协商结果第六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农业委员会新增决议12项。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七款卫生福利部主管。第七款卫生福利部主管第一项卫生福利部第三次追加预算数791亿6837万5000元，照列本项提案42案保留送优惠处理，保留案号503503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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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第七款卫生福利部主管第一项卫生福利部第三次追加预算数较列本项提案35案保留送优惠处理，保留案号3074308-3039, 3114-3134-3168, 3243-2333-4, 3964-5417-4418, 4204-224-4545, 4314-4445-426, 4314-4843-4745-460, 4714-4846-4746-4863-4847-4060, 4674-4749-2, 4749-3, 新增决议139项，宣读完毕。除保留部分外，其余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八款文化部主管。第八款文化部主管第一项文化部第三次追加预算数454905001000元照列，本项提案一案保留送优惠处理，保留案号804，本项通过决议20项。协商结果，第八款文化部主管第一项文化部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234予以删除，新增决议29项。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十一款劳动部主管。第十一款劳动部主管第一项劳动部第三次追加预算数448亿8450万元照列，本项提案9案保留送优惠处理，保留案号825826827830836927928930931，本项通过决议108项。协商结果，第十一款劳动部主管第一项劳动部本项提案一案保留送优惠处理，保留案号515，新增决议30项。宣读完毕。除保留部分外，其余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十二款环境保护署主管。第十二款环境保护署主管第一项环境保护署第三次追加预算数416489万8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项。协商结果，第十二款环境保护署主管第一项环境保护署新增决议3项。有关正式别岁数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二融资裁员调度部分。
二、融资裁员调度部分，岁初第三次追加预算所需裁员2600亿元，全数以举荐债务之应，并依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例条例第11条规定，所举荐债务不受公共债务法第5条第7项有关每年度举债额度规定之限制，于特别预算施行期间之举债额度和计数，不受财政纪律法第14条第2项规定之限制。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报告院会现在处理保留部分，依协商结论，保留部分进行处理前，由各党团推派代表各一人发言，发言顺序依时代力量、民众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党团顺序发言，每人发言时间为3分钟，发言完毕后各案均不再发言，即依保留部分案号依序处理。保留部分括弧党团版本之表决依上开党团序进行，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首先请邱委员选制发言，发言时间3分钟。院长、各位同仁，今天这一次的这个纾困的预算追加2600亿，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困难的时刻能够帮助国人可以共度这个难关。那时代力量党团总共提出了将近150个案件，那有一些这个获得各党团的支持能够通过，不过呢也有一些获得保留。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必须要特别提出来讲，这是有关于这个经济部针对商业服务业与传统市集夜市摊商的纾困方案的部分。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冲击了许多的这种小店家，包括夜市、包括商业服务业、包括小面店，那以及呢这个教育部针对私立幼儿园含这个准公共以及立案补习班及课照中心的纾困方案里面，不过他这个纾困方案里面都有绑定事业单位，也就是说只能由雇主这个事业单位来发动纾困补助方案的申请。那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如果你要给劳工的这个补助的话，当然要开一条路给劳工来申请，而不是说直接由雇主来申请。如果直接是雇主来申请再转给劳工的话，这个情况如果雇主不愿去申请呢？那事实上我们问了交通部、我们问了经济部、问了教育部，都没办法获得一个这个合理的答案。那经济部的立场，他就是认为说他只管企业，他不管劳工，那他可以去协调劳动部来处理，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不负责任的说法。基本上他这个制度只是让这个公务员方便的把钱撒出去，这是非常不对的。那所以纾困的重点，时代力量党团也重申，应该是要精准的去投放，把这个资源，这个珍贵的资源投放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希望各党团能够针对我们这些提案，或者是说接下来保留这些提案，能够一起来支持。那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再讲到就是说，这一次的纾困已经是第3次的追加了，所以我们特别重视一块就是防疫的部分。如果这个疫情继续扩大的话，我们在这边再追加2600亿，再追加5000亿，再追加1兆，恐怕都是不够的，这都是举债的。所以我们希望支持国产疫苗跟采购国际疫苗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世界上的几乎所有的先进国家都是以一个这个双方双边押宝，或者是说多方押宝的方式来进行采购国际疫苗、代工，那发展自己的国家的疫苗，这都是并行不悖。希望卫福部能够赶快的从善轮流，紧急的赶快去。谢谢邱委员，继续请邱委员陈允发言。好，院长还有本院的同仁，大家好。
我想这次的疫情对于全国的影响是非常的强烈的。那现在人民最关心的就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打不到疫苗，赚不到钱，而领不到纾困金。我想，一个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保障我们人民的生命跟财产。现在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经济也受到冲击。我想，在这次的纾困的预算的审查，经过两天的协商之后，本党团仍有三个案件仍然被保留，希望等一下表决的时候，执政党的同仁可以体恤民情，请听民意，拿出你们谦卑的态度来支持我们在野党的提案。首先，针对3+11的决策变成英国变种病毒入侵的大破口，导致现在有500多条人命来牺牲。本党团坚持指挥中心应提供4月13号的会议决策记录，所以很感谢这次的协商，各党团共同支持立法院要求行政院成立3+11的调查小组，让整件事件终于有机会可以接受国会与社会的检视。接下来，针对疫苗采购的部分，陈时中部长除了昨天终于为了到货缓慢而道歉之外，今天也在协商结束之后特别致电给本席，改变态度，同意支持本党提出的第473案，针对疫苗采购，政府应以国际认证疫苗为主、国内疫苗为辅的政策，尽快购买充足的国际认证的疫苗到货，满足产业界跟各界的需求。这也让我们认为这一案是在压线的情况下通过，我们也特别提出肯定。另外，我们也提出307案，要求卫福部提供国产疫苗研发、实验、采购报告，以及336案，要求卫福部于1周内提供我国疫苗采购书面报告，包含何时取得达成70%覆盖率的疫苗施打计划，包括337案，要求卫福部应协助国内疫苗取得国际认证，列入国际使用的清单，并于1个月内公布采购疫苗的合约及内容，还有后续的研发期程。我想，以上的3个案子都是民众非常关心，而且必须要公开透明、受到检视的相关资料。没想到，这个3个案子还是在协商的时候被我们的执政党所否决。我们不知道现在指挥中心跟这个执政党到底在这个议题上面为什么不愿意公开，要遮掩什么，甚至连一些基本的资料都不愿意提供。难怪整个疫苗采购的执行率让全国人民众有所愤怒。对于一个什么我们都要台湾 No.1 的台湾的执政党政府来讲，如今却在疫苗的覆盖率反而跟我们邻近的国家远远的落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也请执政党的朋友三思，支持我们民众党的提案，也谢谢大家，感谢。谢谢邱委员，继续请郑委员立文发言。截至今天为止，总共走了518人，他们来不及跟亲爱的家人说再见。在这块土地上，如果我们有疫苗，如果不是3+1诺富特的破口，不需要走掉这么多人；如果不是因为筛检量不足，如果不是因为没有病床、没有医材、没有药品，不会确诊前死亡、到院前猝死。这些都不应该发生在台湾。经过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国民党团提出了近1000案，最后我们在这里面临历史时刻的表决。大家都知道台湾缺什么，为什么只有民进党不知道？我们待会要求要表决的案子，就是被挡下来的，必须进行表决的，包括在8月底前够足安全覆盖率的3000万剂经国际认证的疫苗，包括今天国产疫苗也必须通过国际的标准，做3期的实验，经过国际的认证，才可以让国人施打。EUA 的标准何在？EUA 审查的过程为什么不能公开透明，像全世界的标准一样看齐呢？为什么所有的防疫作为只有台湾跟全世界不一样？3+11的决策是怎么做成的？518条亡魂
难道国家不需要负起赔偿抚恤的责任吗？今天只要花400亿全民免费施打完疫苗，我们今天不需要坐在这里生死交关，再花4000多亿来纾困。老百姓活不下去，老百姓在挣扎。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疫苗、要透明，还需要在这里表决大战？待会马上就要表决了，我希望在场执政党的委员，当你用你的右手在表决的时候，左手摸着你的良心，眼里想着518条国人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脸庞，用你的良心去投票，不要想着你的党徽，不要想着你的政权，全岛一命不是口号，让我们一起挡疫苗，让我们一起挡病情、挡病毒，而不是挡疫苗。不可以挡疫苗，不可以挡疫苗，不可以挡疫苗。好，谢谢郑委员，继续请刘委员示范发言。谢谢院长。同岛一命，共体时间。同岛一命，共体时间。同心共命，共度难关。同心共命，共度难关。民进党党团在这个所在，甲所有全国人民，甲所有的党团代表拢共款，对着这段时间疫情造成咱的困扰，感觉非常的痛心。但是我们仍然要继续往前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三级警戒对国人的生活、生命健康、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的冲击。我们在这个地方感谢立法院各个党团愿意通过特别条例，也愿意通过特别上限提高到8400亿元，也愿意延长一年到明年的6月30号，也愿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2600亿的特别预算交付立法院来审查。在2600亿的预算规模当中，纾困的预算有1866元，疫情防治的预算有734元。纾困的预算让民众最有感的，除了730万人次受惠的个人现金10000元纾困金之外，在民进党团的争取之下，针对家里小朋友的防疫照顾津贴也在昨天开始入账，而且入账人数高达146万人。不仅如此，在这几天的党团协商当中，民进党团还提出了相当多的顾民生、挺劳工的法案提案，包括电费减免的部分，有1000万户的6月民生用电，以及农业用电、商业服务用电夏季减免的原则。我们对于照顾劳工的部分，对于部分工时，还有很多因为受到疫情停业停课的人，包括建教生、幼儿园老师、代课老师等等，这些支援停课停业的受到困难的人，我们都愿意在特别预算里面提出来，让大家可以受到疫情影响之外，可以免于在救济上面的困扰。同时我们也感谢各位，在疫苗取得方面呢，不论是国际上的支援，美国、日本很多友邦 COVAX 很多国际友人都一一的伸出援手，在国产疫苗不管是在解盲还有生产方面，也是朝着有效安全方面来发展。所以我们还是一样非常惜福跟感恩，感恩每一位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第一线打拼的医护朋友，感恩每一位受到疫情影响、停课影响的朋友，尤其是弱势的劳工。再一次感谢各位，民进党跟各位同款，同心同命，在我们的共体时间时候，我们要特别感念同岛一命，我们一起加油，让特别预算可以先解决目前在第一线受苦受难我们的弱势朋友，大家一起加油，谢谢。谢谢刘委员。报告院会，推派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报告院会，现在重新宣读融资裁员调度部分，请宣读。
二、融资裁员调度部分协商结果，岁初第三次追加预算所需裁员原列2600亿元，随同岁初审议结果减列5亿100万元，改列为2594亿9900万元，全数以举借债务之应，并依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11条规定，所举借债务不受公共债务法第5条第7项有关每年度举债额度规定之限制，于特别预算施行期间之举债额度和计数不受财政纪律法第14条第2项规定之限制。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报告会，现在处理保留部分，请先读第28案。第二十八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应于现行经济不和教育部之纾困方案外，开放事业单位受雇员工以其实际从事工作以及薪资收入减少证明，得直接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劳动部申请员工薪资补贴。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报告院会，针对第二十八案，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7人，反对61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0案，包括第12、37、41案。第40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原提案要求行政院一，对于国人因新冠肺炎确诊而死亡者，发给每人30万元新冠肺炎确诊者每人5万元之慰助金；二，对于本次新冠肺炎确诊死亡者，每人发给250万新冠肺炎确诊者每人10万元之补偿金；对于执行防疫工作者生病、身心障碍或死亡者，所申请之补助金额不得扣除本次发给之补偿金。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39人，反对62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74案，包括第一、第16案。第74案，国民党党团提案，为协助国人度过 COVID-19 疫情影响的难关，减轻行政负担，避免群聚，行政院应编列预算，普发每位国民10000元纾困现金。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39人，反对62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79案，包括第17、448案。第79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要求行政院立即成立新冠肺炎伤亡国赔专责小组，针对疫情期间因公务员或公共设施管理欠缺，致使国人生命身体遭受伤亡损害者，国家全权负责损害赔偿责任，同时追究惩处相关失职公务官员，以挽政府公信。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在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39人，反对62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307案。第307案，委员赖香伶等提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应向立法院提出国产疫苗研发试验采购报告，待向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时的通知。宣读完毕。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4人，反对6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324案。第324案，委员傅昆萁等提案，卫生福利部应立即于1个月内尽速采购完成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认证并列入紧急使用清单之新冠疫苗，并扩大采购至4000万剂以上，确保疫苗涵盖率达90%以上。宣读完毕。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39人，反对62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334案，包括第309、第311、第316案。请宣读。第334案，委员郑正乾等提案，卫福部应针对此不实讯息展开调查，对于散播假讯息，卫福部等相关主管机关应加以处罚，并于指挥中心记者会公告，以正视听。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进行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39人，反对62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336案。第336案，委员邱成远等提案，建请政府于1周内向立法院提出我国疫苗采购进度书面报告，并应提出取得疫苗后之接种配套措施及防疫政策规划。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进行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7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337案。第337案，委员邱成远等提案，原请卫福部应积极协助该二款疫苗取得世卫组织认证，列入紧急使用清单，另基于国会监督购职责，请卫福部及疫情指挥中心应于1个月内公布相关采购合约内容及后续研发期程，让国人有吃的权利。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进行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4人，反对6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396案，包括第393、405案。第396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应监督国产疫苗进行3期临床试验，取得科学数据证明其保护力，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方式打到国人身上。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进行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4人，反对6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15案。第415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要求卫福部食药署确实秉照美国 FDA 于今2010年2月更新之指引，来订定国产疫苗紧急许可审查标准，再来进行国产疫苗紧急许可之审查。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进行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7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17案。第417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要求指挥中心应提供4月13日完整的会议记录（含录音、录影记录）、防疫及疫苗决策相关会议之主持人、成员及历次会议记录影本及防疫相关决策会议之会议规则。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进行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请大
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7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18案，包括第314案。第418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要求政府应在高端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审查时，比照美国 FDA 审查辉瑞 BNT 疫苗，全程直播接受全民检视，英国人生命权无价，绝不允许黑箱作业。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继续表决，继续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7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20案，包括第13、第308案。第420案，国民党党团提案，为缴出 AZ 疫苗代工破局真相，行政院应于30日内提供谁不喜欢的真实姓名，代工破局报告于立法院。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在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继续表决，继续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4人，反对6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22案。第422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卫福部针对党团索取有关疫苗的资料置若罔闻，有藐视国会之嫌，原此要求卫福部于3天内提供如下说明：一、以上各 EUA 核准函影本；二、如分装地不同 ，EUA 是否全部适用；三、各接货单及签收单影本；四、法令依据为何。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继续表决，继续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4人，反对6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24案。第424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原要求行政院卫福部重新检讨国产新冠疫苗采购合约及购买价格，并参考国际标准作为采购基准。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4人，反对6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25案，包括第317、318、432案。第425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原要求政府需等国产疫苗循程序完成3期临床期中报告后，并取得合格保护力数据，获得国际认证后，方可提供给国人接种。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4人，反对6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26案。第426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要求卫福部公开 EUA 审查标准会议记录，另需再进行公告，并不开公听会或听证会，广纳各界意见，接受全民的检视与质疑，避免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6人，反对62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31案，包括第326、332案。第431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要求蔡政府应穷尽一切手段，积极结合民间与地方政府的力量，对外加速采购，并于110年8月31日前进口3000万剂国际认证的 COVID-19 疫苗，供国人施打，早日脱离疫情危害，促使各产业复苏。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谢委员依奉声明，对刚才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4人，反对6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57案。第457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为促进国产疫苗发展，同时厘清相关疑虑，供国人周知，请卫福部公开上述相关专家会议会议记录及会议资料等事项。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8人，赞成47人，反对6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60案。第460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卫福部应确保我国紧急授权之疫苗皆安全且有效，原要求卫福部应采用国际认可之 COVID-19 疫苗试验作为紧急授权之疗效评估标准。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7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67案。第467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为确实监督通过卫福部紧急授权审查之疫苗及安全有效，特提案于第十届第四会期应优先成立我国国产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EUA 审查调阅特别委员会，厘清卫福部对于 EUA 审查标准订立之过程等事项，以善尽国会监督职责。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具名表决，具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7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68案。第468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原要求指挥中心应将前接隔离政策相关发给相关部会之公文，以及公文发出前函决行章、各层级批核意见之未清稿公文等文件，于1周内提交本院卫环委员会。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具名表决，具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7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73案。第473案，民众党党团提案，原要求卫福部应重视产业界疫苗需求，积极采购疫苗到货以应各界需求，并要求我国疫苗采购应以国际认证之疫苗为主，国产疫苗为辅，让人民依照需求选择，维持国际参与能力。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本案照案通过有没有异议？473案，好，没有意见，那我们就本案就通过，请先读第479-2案。第479-2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卫福部应于3天内公开第二类接种名单，以抽公信。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4人，反对6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479-3案。第479-3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行政部门应主动整合一切力量，积极超前部署，接下美国 Novavax 生技公司，并重新检讨国产疫苗的价格过高与全程公开 EUA 审查过程，于一周内提出书面报告。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44人，反对6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515案。第515案，委员王婉玉等提案。原提案要求劳动部之自营作业者或无一定雇主之劳工生活补贴纾困方案，应比照此次亦为劳动部所提出之劳工纾困贷款，将申请对象纳入未投保劳工保险，但可提供工作事实证明，如工作收入资料之工作者，以照顾更多劳工伙伴，缓解疫情对其之冲击。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108人，赞成47人，反对6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本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请先读经过二读之内容。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第三次追加预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1年6月30日，依岁出部分，原列第三次追加预算数2600亿元，减列5亿010万元，改列为2594亿9900万元。二、由资财源调度部分，岁出第三次追加预算所需财源，原列2600亿元，随同岁出审议结果，减列5亿010万元，改列为2594亿9900万元，全数以举荐之物之应，并依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11条规定，所举荐之物不受公共债务法第5条第7项有关每年度举债额度规定之限制，于特别预算施行期间之举债额度和计数，不受财政纪律法第14条第2项规定之限制。宣读完毕。三读内容已经先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没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第三次追加预算案，括弧109年1月15日至111年6月30日，括弧，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报告院会，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本案三读之决议提出复议，并请院会随即表决处理。报告院会，本件复议案我们现在来进行处理。针对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9人，赞成0人，反对61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决议：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不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现在请曾委员民众发言。好，好，好，一话结束。
冠，防疫纾困。OK， 好，谢谢。下课。谢谢主席，今天纾困预算完成三读，三读后的发言，我只有十二个字：谴责政府失能，为死亡者默哀。我现在默哀开始。谴责政府失能，为死亡者默哀，默哀毕。谢曾委员，报告院会。登记发言的委员我们就到现在就登记结束哈。好，接下来请高委员洪安发言。主席以及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想经过三天半的朝野协商，我们的纾困4.0预算终于完成了三读。对于许多受到严重冲击的行业还有民众来说，可以说是及时雨。民众党团在这一次也成功的为国人争取到许多的方案，包含像是疫苗接种的救济应该要从宽从速来认定，同时我们也要求卫福部应该要承诺说明救济制度的执行规划还有认定标准。民众党团也成功的为我们身处第一线的警消朋友们争取到更进一步的防疫措施，同时呢，也为兼任教师、课后照顾班教师、还有特教班终点教师等等发声，将我们这一些本来没有在纾困补助对象里面的角色，在教育一线的伙伴们能够争取到，让他们纳入到纾困补助的对象。在此外，现行的简讯十连制，我们在预算书上面看到相关的编列基准，还有未来费用的核算方式都没有详尽的说明。所以呢，由于没有强制力的关系，所以在议调上面资料也不完整，所以也没有具体可以查询确诊者足迹相关的机制。所以在我们的朝野讨论之后，在这一个案子上，我们同意删减5亿元的预算，并且提交书面报告，为民众省下我们的荷包。最后，本席还是要表达深切的遗憾，在我们执政党党团的坚持之下，原本应该要公开的资讯，包含国际疫苗到货的进度报告、食药署 EUA 审查的标准制定、国际疫苗 国产疫苗采购的决策过程，还有我们 EUA 即将审查的过程，这一些关乎到国人生命安全非常重大的决策，应该要被公开的资讯，在我们的执政党党团的坚持之下，这些都不会被公开。同时，我们民众党团也要呼吁，
我们的指挥中心应该要拿出我们的科学专业，以民众最大利益为优先，排除万难来丰富我们疫苗的多样性，还有提升我们疫苗的到货率，尽速让台湾社会民生恢复正常运转。同等，谢谢高委员，继续请邱委员陈远发言。好，主席、同仁、各位午安。我想纾困四点零第三次的追加纾困预算，这次总共2600亿，目前已经完成三读，累计立法院已经通过了6800亿元的纾困预算，其中6500亿都是举债而来。希望指挥中心还有行政院把钱花在刀口上，圆满完成国人期待的任务。两个月以来，台湾已经牺牲了近518条人命。我们呼吁政府应该尽快让疫苗到位，全面施打，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针对目前疫苗施打的乱象，请政府重新检讨疫苗接种对象，严厉改善疫苗施打造成群聚情况，并协助地方执行，将县市疫情严重的程度及总人口数纳入分配的公式，提前公布疫苗分配数量，使地方政府能够事先做好准备的工作。针对疫苗作业，加强宣导，使民众了解并改善网络预约系统流量及操作的问题，并应召开公听会，制定国产疫苗的相关 EUA 的标准，让过程可以公开透明，让国人参与。这波疫情真的非常严峻，三级的警戒已经影响了所有的内需型产业，包含餐饮、观光旅游、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农渔业、批发零售业、教育运动产业等等，其他相关的服务业都已经撑不下去。另外，制造业现在因为员工染疫的缺工问题，造成整个产业链的重大影响。我想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会减少1到2个百分点，因此本席已经举办了11场线上的记者会与谈话会，汇集百工百业的声音。同时，商总也提出7大拯救产业的建议，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并全面的照顾。最后再次呼吁中央扩大快筛，全面施打疫苗，尽快控制疫情，早日达成解封目标。谢谢大家。谢谢邱委员，继续请张委员齐路发言。院长、各位同仁，我想我们这一次终于通过了这个 COVID-19 的防疫纾困的第三次追加预算，后将近2600亿元。我想在这次新冠肺炎，这是新冠肺炎以来哈，这是我们台湾目前所面对最严峻的一次挑战哈，不仅是攸关国人的这个生命的安全哈，而且呢，因为我们的疫苗没有办法及时的到位哈，同时因为在三级警戒的这个准封城状况下哈，更使我们国人的这个生计哈疲于奔盘哈，因此我们既要救命哈，也要救急哈，让这个纾困的预算能够真正到位哈，实在是刻不容缓哈。而且我们也但是我们也要呼吁哈，这些经费哈是必须要有遵守一定恪遵一定的财政纪律哈，它并不是政府的这个空白支票，也不是绑桩经费，不更不可以作为大内宣的这个费用哈。我们应该把这个费用应用在刀口之上哈。那本席哈在这次的预算审议过程中哦，共计提出了71项我个人的这个预算提案哈，是全院第二多的这个提案哈，并连同民众党党团的提案哈，在本席这边共通过了76个案子，重点包括哈充实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这个物资分配哈，那普惠大众纳入更多的纾困对象，简便纾困程序，透明疫苗采购的这个程序跟施打的标准，并且删除简讯10连制的5亿的预算，还有因应接种的这个补偿救济，这个受害的补偿救济妨害机制等这些相关的提案。同时我也更提出后，政务人员应该优先施打国产疫苗，来提升国人对于国产疫苗的信心。同时在提案中后，我也提出后，纾困预算也应该有它其前瞻性哈，借着纾困预算的这个资源的挹注哈，来帮助这些受冲击的产业来进行转型跟升级，例如哈，协助这个传统制造业跟摊商和他们的电子支付与电商支付等哈，这是国难当前哈，我们希望纾困预算能为这个民脂民膏有嘛这个。好，谢谢张委员，继续请陈委员焦华发言。
院长、各位委员，大家好。针对这一次2600亿纾困4.0的预算的这个审查，在立院全体同仁大家努力之下，有通过。但是呢，很遗憾，在部分的这个纾困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那其中最重要的，大家最关心的有关疫苗或者是国产疫苗的未来的制造研发，我们发现在这个疗效的评估或者是审查的基准或者是专家会议都不够公开，不够透明。所以在如此黑箱的这个作业之下，我们很担心未来国产疫苗的紧急授权的审查会出现令国人不安的部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呼吁执政党应该要好好的去审视目前有关国产疫苗的争议。那另外我在这一次的这个纾困的这个争取部分呢，在租屋族需要租金的补贴或者是艺文工作者纾困的这个争取也争取到，就是说在租屋部分，时代力量党团这边我们也提出内政部应该针对这个租金纾困补贴发放的方式能够简化租户能够去申请代垫租金的流程的简化。在艺文工作者的纾困也争取到了一些艺文产业临时人员部分工时人员他们可以得到纾困的补助。那在医疗暴力伤亡的补助纳入补助范围我们也积极争取。在 NGO 这边也争取纳入纾困在劳保劳工的这个为家保的部分也争取补助。好，谢谢。谢谢陈委员，继续请陈委员博伟发言。台湾是一个贸易主导的国家，关键的战略制造业守护条，今仔日的经济表现袂伤歹。然而，在疫情期间，咱因为不管是金流，因为无法度出门，遮个菜市啊，遮个服务业受到重伤，遮个中小企业营业的这个金额不是上悬，但是占到上侪的工作机会。所以，遮存在于你我生活之中的企业，构成着咱多彩多姿的生活。如果有一天疫情结束，咱的厝边隔壁煞无头路，那是全民的损失。所以在这裡，咱希望政府不是用数字来做管理，更加应该要体贴人民。所以在这裡，咱大家斗三工，让各行各业会当生存落去，咱才会当回到这场疫情进前的迄个世界。所以我有三点呼吁：第一，台湾的制造业绝对袂当倒，咱的车用晶片，咱的这个高效能的运算。咱的远距离的相机，拢是世界有名的这个台湾制造，咱来甲因保护好，让因会当继续伫疫情期间正常运作。第二，数字的甲经济成长无法度反映到服务业的动向，政府要用体贴的方式，包括让每一个人真真正正有该有的爱，让伊摕到。那不应该有的，咱也袂当予伊用无同款非法的身份来去领着。所以事实上，19年至20年，各级的产业，咱知影服务业当中的情况，其实是比第三级的产业是比第二级更加严重。最后，咱未来应该要想办法，采取一站式的方式来服务。虽然行政院有各个部会无同款的政策甲补贴，但是你要求民众无同款的身份去无同款的网站，还是无同款的所在去申请补助，其实拢真费工费气。希望未来会当比较所得税的方式，由行政院统管，予该有的人会当摕到伊该有的补助。感谢 ，Thank you， 台湾加油！谢谢陈博伟委员，继续请王委员婉玉发言。
在此次的纾困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疏漏以及不够周全的部分，所以我以及时代力量非常重视这样各项疏漏的政策，也提出了许多的提案，并成功检讨了，也争取到许多政策的执行。但是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我们的提案在今天表决当中，包括了第28案以及515案，并没有被通过。政府在画大饼表示纾困编列了数百亿之后，到了现实面，我们却一再的听到基层劳工面临到的种种不合理的规则的排除或是剥夺资格，让这些被各部会遗忘的基层劳工成为这次纾困里面最大的漏洞，面临的是看得到却吃不到的困境。在商业服务的部分，如果雇主不申请，这些基层的劳工便无法得到经济部的支持，而即使申请了雇主，我们也非常担心雇主是否会后续转发给劳工。即使经济部说会检查，但是如果按照规定没有转发给员工的部分就必须缴回，所以最终劳工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支持。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开放，让商业服务的业的劳工得以直接申请，包括现行文化部劳动部的措施都能够让自然人申请，所以经济部也不应该遇到困难。这次的疫情严重，这次的疫情影响非常严重，不论是业者或是劳工，他们的日常的经济损失其实都非常的大。当业者申请歇业、设下停损而不申请纾困的时候，这些他们被歇业的劳工也应该得到支持，这是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救命钱。另一个没有通过的部分是515案，针对自营作业者或是无一定雇主的劳工，目前投保的职业工会是每人1万到3万，但无投保者只能走急难纾困的部分，变成每户1万到3万，落差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无投保者也能够借由工作证明来加入劳动部的方案，但很遗憾却未得到支持。作为政党或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们认为有必要关心社会里面最弱势的角落。在这次纾困当中，时代力量为特教、为听障、为学生们积极争取的各项权益也多有斩获，但我们仍然非常遗憾，针对弱势的劳工的权益。谢谢王委员，继续请邱委员选字发言。院长、各位同仁，时代力量党团针对这一次纾困方案提出了150个案件，那许多都已经获得通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针对这一个特权施打、权贵施打疫苗的这个部分。我们提案要求说，相关单位应该要去进行调查，并且将这个调查结果公开，也获得各党团的支持。那我们希望在卫福部所排定的这个施打名单之后，施打的这个顺序之后，确实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否则的话，权贵的命就是命，一般老百姓的命就是不是命，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认为说应该要一视同仁，插队权贵施打的这个状况，事实上是侵害了其他人更需要照顾的人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案件通过之后，相关单位、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确实的去彻底的调查这样的类似的事件。第二个部分，针对纾困的部分，时代力量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要精准投放，救急救穷。不应该受到补助的人不应该得到补助，应该受到补助的人应该要在这个纾困里面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那在时代力量的提案里面，针对租屋主的部分，内政部原本并没有这样的方案，经过我们的努力，内政部也同意将租屋主的补助以及这个社会住宅甚至是包租代管的部分纳入这一个纾困，那并且是说未来能够定出一个针对租屋主的补助标准。那再来是针对这个补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准替代役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也获得了这个各党团的支持，所以我们希望真的到最后能够让这个需要照顾的人得到应有照顾，共度难关。谢谢邱委员，继续请蔡委员碧如发言。好，院长、各位同仁，
下午好哈，今天是这个会期的最后一天，那立法院即将要进入休会，但是呢，全国的疫情非常的严峻，现在还在三级的警戒。我站在医护的第一线，我看到医护人员还撑在第一线，非常的辛苦。那我希望卫福部除了口头的去称赞医护之外，去鼓励医护之外，要能够拿出实质的行动来挺医护。我曾经提过，防疫津贴务必要准时发，防疫的保险一定要能够提供，再来一定要落实执行第五类的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致伤病或死亡补助的办法。这个是我对站在第一线正在打仗的医护人员，我想深深的跟卫福部的恳求。再来，我想再来这一次的纾困4.0，现在老百姓关心的应该只有两件事：第一，我的生存平等权，到底什么时候轮到我打疫苗？到底什么时候轮到我打疫苗？这个大概是每个老百姓都在问的，所以我们的执政党应该要尽其所能的，能够去买到全国际上、世界上合格的疫苗，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一个安心。第二，老百姓能够有生存下来之后，再来关心的是生活生计。生活生计这一波的三级警戒，其实不是只影响到某个行业、某些人民。而是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我要在这里呼吁，与其在这里五花八门的一些补助的状况之下挂一漏万，所以我呼吁防疫的基。谢谢蔡委员，继续请赖委员相邻发言。这次纾困预算的通过虽然只有酌减5亿100万，我相信这个是所有的国会委员针对一个预算是不是浮编，是不是有过于这个无法让国人信服，得到了一次很清楚的这个结果。所以不要说执政党对于很多的议题在基本上的态度上都只有护航这个行政端位，该做的事该出来站起来一起跟反对党努力的，还是希望执政党的这个国会同仁们能够力持这样的一个共同态度。第二个，我认为这一次在开始施打之后发生的非常多不良反应的事件，包括长者可能因为相关疾病而致往生，这个事情在目前的预防接种的这个救济部分里面，我认为在现有的制度跟审议上面过于严苛，所以我认为疾管署要负起责任。这样的一个世纪的新的这个病毒、新的预防的接种的这个疫苗，也还有多少必须被认证的部分。所以如果都斤斤计较于这个所谓的关联性，以及在医学实证上面的这个资料不全的情况之下认定为无关，我认为对于往生的这些被施打疫苗而造成的这个不幸事故的家人者是非常的不公平。所以在此我希望各党包括在这个相关的医学人能够出来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不要引起国人更大的恐慌而不愿意去施打疫苗。再者，国产疫苗我相信大家是期待它能够成为新的一个重要的产业，包括对于国人的健康的一个专业上面的一个服务，但至此还有非常多不清楚、不透明、不能让大家接受的一个情况，包括他的实证的这个基础未做完。所以这部分我们疫调小组会继续，我们民众党会继续的监督采购的不透明。以上。好，谢谢赖委员。报告委员会，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现有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三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6月18日之会议时间提出延长开会时间至讨论事项第二案审议完毕，请问院会有无异议？
好，没有异议，做以下宣告：本案照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本日会议延长开会时间至讨论事项第二案审议完毕。报告委员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程序特别条例草案。本案经本次会议决议，请尤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报告委员会，本案现在已经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依时间110年6月11日星期五中午12:30，110年6月15日星期二中午1时，二地点红楼三零二会议室、群贤楼801会议室。三、协商主题：协商院会经复二读，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程序特别条例草案案。四、协商结论：一、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予以修正；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之立法说明予以修正；二、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三条条文及立法说明详如附件；三、其余均照案通过；四、本案名称、章名、条文及立法说明详如附件；五、另通过附带决议五项详如附件。协商主持人黄世杰，协商代表邱成远、赖香林、高宏安、刘世芳、邱显志、柯建明、罗志正、陈娇华、蔡碧如、费宏泰、郑丽文、陈玉珍。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本案逐条讨论时，尽依协商结论处理。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程序特别条例草案，请宣读名称。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程序特别条例，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名称通过，请宣读第一章。第一章总则，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章名通过，请先读第一条。第一条，于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为维持司法程序之有效进行，保障当事人受投诉及公平审判之权利，并维护程序参与者之健康及安全，特制定本条例。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请先读第二条。第二条，本条例之规定于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适用之，前项期间系指为控制传染病之蔓延，依传染病防治法之中央主管机关实施之相关措施办理，致影响司法程序有效进行，经司法院审酌有适用本条例因应之必要，并会同行政院核定之期间，前项核定因并指定其施行之地区。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先读第三条。第三条，法院在符合法院组织法第86条及其他关于公开审理法令规定之情形下，得实施下列处置或措施，不受其他法律有关规定之限制：一、关于法庭席位、旁听及服置，得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二、必要时得在管辖区域外指定地方临时开庭；三、必要时得于法庭或前款之指定地方使用有声音及影像传送之科技设备宣誓裁判。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章。第二章，刑事案件及少年事件。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章名通过，请宣读第四条。第四条，刑事案件当事人或诉讼关系人不能或不宜到场，且其所在与陈审法院间有声音及影像相互传送之科技设备，而得直接讯问或陈述，经应受讯问之被告同意，且征询其他当事人及诉讼关系人之意见，法院认为无碍于被告能与辩护人在不受干预下充分自由沟通等防疫权之有效行使者，得以当事人或诉讼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以该设备进行程序之一部或全部，不受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之限制。前项规定于检察官行讯问及检察事务官行讯问程序时准用之。少年事件之少年或关系人有前项得以科技设备直接讯问或陈述之情形，少年法院经受
经应受讯问之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现在保护少年之人同意，且征询其他关系人之意见，认无碍少年表意，能与辅佐人或辩护人在不受干预下充分自由沟通，其他程序权利之有效行使及少年健全自我成长之保障者，少年法院得依少年或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以该设备进行程序之一部或全部，不受少年事件处理法及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之限制，司法检察官或司法警察于必要时经应受讯问之被告犯罪嫌疑人、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现在保护少年之人同意，且征询其他关系人之意见，审酌无碍于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少年能与辩护人或辅佐人在不受干预下充分自由沟通等防御权，少年表意于其他程序权利之有效行使者，得使用声音及影像相互传送之科技设备询问被告犯罪嫌疑人、少年或关系人，不受刑事诉讼法及少年事件处理法有关规定之限制。前四项情形，刑事诉讼法及少年事件处理法关于受讯问或询问人、到庭或到场之人于笔录内签名、盖章或按指印之规定不适用之。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五条。第五条，人身自由受限制之被告，经法官依前条第一项以科技设备讯问而为有关羁押之处分或裁定者，押票处分或裁定得以电信传真或其他科技设备传送与被告，再行补送原本或正本。被告之辩护人指定陈明有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可供传送前开资料者一同。前项情形于押票处分或裁定传送与被告时发生送达效力，除在监所之人外，当事人或诉讼关系人指定陈明有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可供文书之传送者，法院得以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传送裁判书以外之文书，除在监所之人外，当事人或诉讼关系人经法院许可得以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传送书状，法院许可时应指定传真号码或电子信箱账号，并告以书状首页应记载事项。前二项之传送于传送至对方所陈明或指定之设备时发生送达之效力，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与人身自由受限制之少年，经法官依前条第一项以科技设备讯问而为有关少年保护事件受容之裁定准用之。少年保护事件之辅佐人指定陈明有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可供传送前开资料者一同。第三项至第五项之规定于少年保护事件之调查审理及执行程序准用之。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于检察官侦查程序准用之。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先读第六条。第六条，刑事诉讼法之笔录得以当场之录音事后补行制作，不受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之限制。前项之录音应立即备份处理。前二项规定于少年事件笔录之制作准用之，不受少年事件处理法及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之限制。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先读第七条。第七条，法院处理刑事案件，经征询当事人、辩护人及辅佐人之意见，并审酌被告是否羁押、诉讼进行程度及可否实施第三条所定处置或措施，或使用科技设备进行审判等情状后，认为审判有重大困难者，得于原因消灭前停止审判。前项停止审判之原因消灭时，法院应继续审判，当事人亦得申请法院继续审判。前二项规定于少年事件准用之，依第一项征询意见时，应并征询少年之法定代理人、现在保护少年之人及少年保护事件辅佐人之意见。检察官于侦查中得准用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定，停止及继续侦查。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章。第三章民事及家事事件，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章名通过，请宣读第八条。
第八条，民事或家事事件当事人、法定代理人、程序代理人、辅佐人或其他关系人所在与法院间有声音及影像相互传送之科技设备而得直接审理者，法院认为适当时，得依申请或依职权以该设备审理之，不受民事或家事程序法有关规定之限制。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九条。第九条，民事或家事诉讼事件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辅佐人或其他关系人指定权名有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可供诉讼文书之传送者，法院得以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传送诉讼文书，前项之传送与送达有同一效力，不受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一第一项各款及家事事件法有关规定之限制。前二项规定与其他民事及家事程序准用之，但法律别有规定者一起规定。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条。第十条，法院处理民事或家事事件，经征询当事人或关系人之意见，并审酌程序进行程度及可否实施第三条锁定处置或措施，或使用科技设备进行等情状后，任程序继续进行有重大困难者，得依申请或依职权裁定停止该事件之程序。前项裁定于停止原因消灭后，法院得依申请或依职权撤销之。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四章。第四章，行政诉讼事件、公务员惩戒案件及职务法庭案件。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章名通过，请宣读第十一条。第十一条，法官职务案件文书之提出或送达，得依行政诉讼文书使用电信传真或其他科技设备作业办法之规定，以电信传真或其他科技设备传送。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二条。第十二条，法院处理行政诉讼事件、公务员惩戒案件、法官检察官惩戒案件及法官职务案件，经征询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不得人及辅佐人之意见，并审酌程序进行程度及可否实施第三条锁定处置或措施，或使用科技设备进行等情状后，任程序继续进行有重大困难者，得依申请或依职权裁定停止该事件之程序。前项裁定于停止原因消灭后，法院得依申请或依职权撤销之。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五章。第五章负责。宣读完毕。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章名通过，请宣读第十三条。第十三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至中华民国112年6月30日止，本条例施行期间届满，得经立法院同意延长之。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没有异议？无异议，那我们就请先读经过二读之条文。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程序特别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于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为维持司法程序之有效进行，保障当事人受投诉及公平审判之权利，并维护程序参与者之健康及安全，特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条例之规定于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适用之，前项期间是指为控制传染病之蔓延，依传染病防治法之中央主管机关实施之相关措施办理，致影响司法程序有效进行，经司法院审酌有适用本条例应用之必要，并会同行政院核定之期间，前项核定应并指定其施行之地区。第三条，法院在符合法院组织法第86条及其他关于公开审理法令规定之情形下，得实施下列组织或措施，不受其他法律有关规定之限制：一、关于法庭席位、旁听及服置，得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二、必要时得在管辖区域外指定地方临时开庭；三、必要时得于法庭或监管之指定地方使用有声音及影像传送之科技设备宣示裁判。第二章，刑事案件及少年事件。
第四条，刑事案件当事人或诉讼关系人不能或不宜到场，且其所在与全省法院间有声音及影像相互传送之科技设备而得直接讯问或陈述，经应受讯问之被告同意且征询其他当事人及诉讼关系人之意见，法院认为无碍于被告能与辩护人在不受干预下充分自由沟通等防御权之有效行使者，得依当事人或诉讼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以该设备进行程序之一部或全部，不受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之限制，且项规定与检察官行讯问或刑讯问及检察事务官刑讯问程序时准用之。少年事件之少年或关系人有前项得以科技设备直接讯问或陈述之情形，少年法院经应受讯问之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现在保护少年之人同意且征询其他关系人之意见，任无碍少年表意能与辅佐人或辩护人在不受干预下充分自由沟通，其他程序权利之有效行使及少年健全自我成长之保障者，少年法院得依少年或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以该设备进行程序之一部或全部，不受少年事件处理法及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之限制，司法检察官或司法警察于必要时经应受询问之被告犯罪嫌疑人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现在保护少年之人同意且征询其他关系人之意见，审酌无碍于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少年能与辩护人或辅佐人在不受干预下充分自由沟通等防御权，少年表意与其他程序权利之有效行使者，得使用声音及影像相互传送之科技设备询问被告，犯罪嫌疑人少年或关系人不受刑事诉讼法及少年事件处理法有关规定之限制，前四项情形刑事诉讼法及少年事件处理法关于受讯问或询问人到庭或到场之人于笔录内签名盖章或按指印之规定不适用之。第五条，人身自由受限制之被告，经法官依前条第一项以科技设备讯问而为有关羁押之处分或裁定者，押票处分或裁定得以电信传真或其他科技设备传送与被告，再行补送原本或正本。被告是辩护人指定传名有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可供传送前开资料者一同。前项情形与押票处分或裁定传送与被告时发生送达效力，除在监所之人外，当事人或诉讼关系人指定成名有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可供文书之传送者，法院得以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传送裁判书以外之文书，除在监所之人外，当事人或诉讼关系人经法院许可得以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传送书状，法院许可时应指定传真号码或电子信箱账号并告以书状首页应记载事项。前二项之传送与传送至对方所成名或指定之设备时发生送达之效力，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与人身自由受限制之少年，经法官依前条第一项以科技设备讯问而为有关少年保护事件收容之裁定准用之，少年保护事件之辅佐人指定成名有电信传真或电子邮递设备可供传送前开资料者一同。第三项至第五项之规定与少年保护事件之调查审理及执行程序准用之，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与检察官侦查程序准用之。第六条，刑事诉讼法之笔录得依当场之录音事后补行制作，不受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规定之限制，前项之录音应立即备份处理，前二项规定与少年事件笔录之制作准用之，不受少年事件处理法及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之限制。第七条，法院处理刑事案件，经征询当事人、辩护人及辅佐人之意见，并审酌被告是否
经央诉讼进行程序及可否实施第三条锁定处置或措施或使用科技设备进行审判等情状后，认为审判有重大困难者，得于原因消灭前停止审判。前项停止审判之原因消灭时，法院应继续审判，当事人亦得申请法院继续审判。前二项规定于少年事件准用之，以第一项征询意见时，应并征询少年之法定代理人、现在保护少年之人及少年保护事件辅佐人之意见。检察官于侦查中得准用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定，停止及继续侦查。第三章民事及家事事件。第八条，民事或家事事件当事人、法定代理人、程序代理人、辅佐人或其他关系人所在与法院间有声音及影像相互传送之科技设备而得直接审理者，法院认为适当时，得依申请会议职权以该设备审理之，不受民事或家事程序法有关规定之限制。第九条，民事或家事诉讼事件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辅佐人或其他关系人指定成名有电信传声或电子邮递设备可供诉讼文书之传送者，法院得以电信传声或电子邮递设备传送诉讼文书。其象征传送与送达有同一效力，不受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一第一项各款及家事事件法有关规定之限制。前二项规定于其他民事及家事程序准用之，但法律别有规定者，依其规定。第十条，法院处理民事或家事事件，经征询当事人或关系人之意见，并审酌程序进行程度及可否实施第三条锁定处置或措施或使用科技设备进行等情状后，任程序继续进行有重大困难者，得依申请或依职权裁定停止该事件之程序。前项裁定于停止原因消灭后，法院得依申请或依职权撤销之。第四章行政诉讼事件、公务员惩戒案件及职务法庭案件。第十一条，法官职务案件文书之提出或送达，得依行政诉讼文书使用电信传真或其他科技设备作业办法之规定，以电信传真或其他科技设备传送。第十二条，法院处理行政诉讼事件、公务员惩戒案件、法官检察官惩戒案件及法官职务案件，经征询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代表人及辅佐人之意见，并审酌程序进行程度及可否实施第三条锁定处置或措施或使用科技设备进行等情状后，任程序继续进行有重大困难者，得依申请或依职权裁定停止该事件之程序。前项裁定于停止原因消灭后，法院得依申请或依职权撤销之。第五章负责。第十三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至中华民国112年6月30日止，本条例施行期间届满，得经立法院同意延长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经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没有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决议：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程序特别条例制定通过。继续处理党团协商通过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通过附带决议如下：一、鉴于本条例立法过程仓促，为紧急因应疫情所制定，难免有挂腕漏衣，对于当事人及公益保障不充足，或施行后发现执行障碍、客观条件不具足之情形，如本条例之后将继续于其他传染病严重期间沿用，使有于 COVID-19 经过后综合检讨，提出完善修正草案之必要，原要求司法院会同行政院于 COVID-19 之传染病流行疫情期间终止后3个月内，就本条例施行情况广泛收集各界意见，做成检讨报告，并提出优化原具程序进行之修法研究，向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报告。二、鉴于利用科技设备进行程序之情形，证人或鉴定人受讯问或诘问时，欠缺直接审理法庭中法官及法庭活动者当场给予的心理压力，促其据实陈述或为公正鉴定，科技设备使用一时勾串胁迫利诱证人更容易，
网络传输品质、设备运算效能，易影响交互诘问时的及时性、节奏感及及时意义，阻断违法诘问之效果，原要求司法院应严厉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当事人、辩护人或代理人对质诘问异议得有效行使，并诘问制度精神受最小程度减损。司法院应提醒各级法官、法院法官决定远距证人、鉴定人陈述时，考量自由陈述及真实性的因素。三、为确保以视讯设备进行程序时，当当事人或诉讼关系人陈述之自由以及非公开程序进行之秘密性，法院检察官或警察机关等人员有确保陈述程序秘密进行之义务，且为担保陈述内容与笔录相符，应全程录音或录影。现行法下不允许当事人或辩护人与法庭程序内进行侧录，唯一本条例采用视讯设备进行程序，恐有法院端徒有硬碟损坏之情事发生。录音录影之灭失有不利于当事人诉讼权之余，综合上述，为避免人民诉讼权之侵害，司法院应有保全录音录影之相关措施，确保录音录影不会灭失，视为妥适。例如同时两套设备在进行录音或录影，亦或录入之电子储存设备硬碟应有备份功能，或提出其他保证录音录影不会灭失之方法，以确保当事人之诉讼权实质保障。四、按非因过失职务程序法上之不便期间者，各程序法均规定于其原因消灭后一定期间内得申请回复原状。有鉴于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人民多有受到疫情影响，诸如为配合防疫政策或自身或家属感染疾病等情势，以致未能于法定期间内为诉讼或非诉讼行为者，为促请法院及检察官注意相关情势，妥适适用程序法之规定，准予回复原状，以保障人民之诉讼权。司法院及法务部应本条例通过后，严拟于相关程序及应行注意事项中规定，对于回复原状之申请，应注意防疫政策或疾病感传染对人民之影响，并尤应注意有利于人民之情势。五、于视讯庭审理开始执行后，审理机关可试行适当审理案件进行事后补行制作逐字记载之可行性。宣读完毕。请问议会有没有异议？好，无异议，决定照案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有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两分钟。那发言啊，我们现在就截止登记。那首先请邱委员显示发言。院长、各位同仁，因应这个疫情，所以司法院提出这样的一个司法程序的草案。那这当然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针对我国的司法程序要如何继续进行所做的调整。不过这样的一个条例当然在我国过去是没有发生过的，所以必须要考量到说这样的远距的这样的视讯也好，那这样的讯问被告以及诘问证人会不会导致直接抵触了刑事诉讼法上面的直接审理原则、公开审理原则相关的原理原则的抵触。所以十二力量党团针对司法院的草案也提出了许多的修正动议，包括第三条的部分，希望能够就这个线上旁听的部分能够开放旁听，比照其他的欧洲国家例如英国的这个做法。那第四条的部分，我们认为说这样的视讯基本上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对被告权利的改变，所以应该要以裁定为之，并且赋予被告有这个救济的机会，也就是抗告的机会。那第十三条的部分涉及到落日条款的部分，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条例应该要有一个落日条款，毕竟这是一个非常例外的一个状况。那司法院在经过协商之后也同意说，在第四条的部分改由被告来同意，被告如果没有同意的话，基本上是不能够以视讯审理的。第十三条的部分，司法院也后来也同意用这一个落日条款的部分。比较可惜的是说，第三条的部分，司法院以及各党团并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但是呢，我们希望
就这个部分，司法院在日后在施行这样的条例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到这到底有没有人能够进来旁听的部分。如果没有人进来旁听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抵触了公开审理原则，所以就这个部分应该要特别注意到。好，谢谢邱委员，继续请陈委员交华发言。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对于在严重流行病学、流行病传染的期间，我们看到各行各业，包括在法院、在地检署各种的审理，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才有今天视讯庭的这个法案相关的这个拟定。那在时代力量，我们在视讯审理上，我们认为应该要去尊重当事人的这个公平审判的这个权利啊，也就是要确保当事人的诉讼权。所以呢在当事人可能他们的这个视讯的设备并不完备的情况之下所以常常在操作上也可能有熟稔程度的一些落差。所以如何确保被告在诉讼法上的防御权、受辩护权和受公平审判的权利不会因为视讯落差无法落实也是本条例适用的前提。另外，本条例时代力量我们有几个坚持的争点。第一，就是有关采取科技设备之决定应以裁定为之。第二，因应疫情的状况应适度放宽回复原状的标准让人民得以保障其诉讼权。三我们认为在特别条例在疫情期间也要有例外的例外状态，就是也会限缩到人民各项权利，因此必须设置落日条款。今天三读通过，时代力量争取到设置落日条款两年，也值得去肯定司法院愿意去做修正。不过有些部分对于司法人权有所疑虑的地方，时代力量会持续监督，也希望也会要求司法院持续滚动式的检讨，不让司法人权与法治在疫情的期间被打上折扣。以上。好，谢谢陈委员，继续请黄委员释结发言。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我们三读通过这个司法院所提出来的特别程序的条例、那么我想我们在此呢、必须要先感谢、在临时会期间、我们刘思芳委员、陈嘉华委员、邱显智委员、赖香伶委员以及呢、李桂明委员跟叶玉兰委员，我们花了两天超过十个小时几乎虽然是一个几乎的独烂子，因为时效的关系，但是我们仍然如同在委员会审查一样，逐条非常细致来进行讨论。所以说是各界所提出来的一些相关的争点，包含这个被告跟这个辩护人之间自由不受影响的表意的沟通以及呢这个关于是否要进行用裁定，或是要取得这个被告同意，或是说这个法令是不是要进行这个现实法的立法，以及呢关于回复原状在这个疫情期间是否有适度的解释上的放宽，这一些呢我们都跟司法院相关的单位还有法务部进行了非常详细而且呢细节的沟通。那么我们也期待说，因为这个远距视讯的开庭讯问的审理过程呢，事实上在我国的司法体系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在各种诉讼程序里面，包含刑事诉讼法关于这个证人鉴定人的这个讯问呢，我们很早就在实施。那我们希望司法院利用这个机会将相关的硬体设备还有审理的过程中诸多需要再来加强改进还有说关于这个软体以及呢这个规范面上面去遵守这些包含公开审理原则，包含这个当事人程序权益的保障，都能够在这一次的条例实施的期间呢能够有最好的改进让我们未来呢这个司法审判这个品质的保障可以再予提升。谢谢。
好，谢谢黄委员，继续请李委员贵宾发言。主席、立院同仁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在司法特别条例通过的这一刻，本席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我们司法院能够随着时代的进步，能够进行这个以视讯开庭的方式来迎接新的时代。悲的是什么？悲的是司法院的这个特别条例开始着手的时间点，竟是在今年的5月15号，也就是在今天通过前一个月才着手进行。因为通过着手进行的时间过短，所以能不能够让基层的法官以及检察官能够对于这个特别条例反映他们的意见，很可惜的没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条例的最后一条的地方呢，加了落日的条款。我们希望司法院能够汲取这样的教训，在过去以未来的这一年的当中，也都能够随时听取基层的法官以及检察官的意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我们要表达，也谢谢司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听取在野党的建议，把有一些关于人权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当你开视讯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被告的同意，这些的要件呢，也能够诚心的把它纳入。虽然司改会也还有其他的律师朋友们呢，认为在这个条例里面它还是有缺陷。它有什么样的缺陷呢？它没有办法进行视讯的旁听。这个因为没有办法进行视讯的旁听，所以是不是符合宪法上面的直接公开的一个审判，它是有疑义的。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这两年的期间，都能够看看实际执行的效果。以上，谢谢。好，谢谢李委员。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好，报告委员会。本次的临时会，感谢各位委员及各党团干部齐心协力，完成马拉松式的协商之后，将国人关切之纾困 4.0 预算在院会顺利三读，让人民拿到救急钱、救急金、救命钱。本次临时会还修正通过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强化延揽外国专业人才的力道，以及三读制定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程序特别条例，让法庭在疫情严峻之际可以使用视讯审理。从5月15号开始，全台湾共同抗疫的模式改变，第一线医护人员跟警消同仁不分日夜守护着大家的健康安全。国企有钱，民间有钱，私人企业争相出力挺防疫，带来温馨的正向循环。大家团结防疫守台湾，我们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台湾一定会很快度过危机，全国平安顺心。最后再次感谢本院前途委员工作团队与驻警同仁的辛劳，现在散会，谢谢大家。